村的哦，你看你脸色足紧，我头家看家具哦，看家具，好好好，啊，车停遐就好啊，吼，好，谢谢谢谢，遐遐头前。哦，头家，啊，你的车头哦，够水，像是白马王子同款呐。这只车的完整性，好听好听。啊，你也会啊？啊，你今日来看家具的啊？哦，是是是。我也来，我来看家具。啊，迄边正吼，遐够肥，好来去，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要等你。哦，今天好麻烦，麻烦。OK， 哦，你把公鸟拼起来较帅。啊，这只好偌济？500万哦。哦，反正啊，你来看家具的哦。啊，就一步了，你记啊，借一下便所。借便所。我紧去，遐够肥，通借。哦。啊，来个，来个头前只，头前只。真是大，一人一款命，好命歹命都是天注定。我是要赚到当时，才会当开迄几落百万的车。啥？你讲我的公文落来啊？哦，勇气是大，我台湾好青年，得要发咯。因为听讲你新地有一间车厂，内面的车每一台拢奖金要1亿。只要你有心想要使，免开你一身五银，甚至一个月发钱予你。这么好看的代志，所有三个条件必须要遵守的。第一，这台车一定拢爱四个人才有法度开。第二，一定要伫全台湾唯一的驾训班得到驾照。第三，你必须要有一颗强固人的心脏。哎，少年呢，这是我的位嘞，去收音啦！第三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固人的心脏，因为车若是发作。保证你会受气啊！哦，这个太猛了！天啊，你是哪里啦？哦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哦，太猛了！哎，哎，这个是跳 disco 的，很厉害！哇！没事，好不要过来。上界厉害的是，其中有两台车。那袂用用金钱来计算，而且若是无这两台车，就无咱幸福美满的台湾。恭喜千金！千金给我起来！啊！为着这届要走找这两只车，经过半年的时间，重重困难，公文终于落来啊！陆军装甲兵学校。听讲这两只车在你内面，龙金是多，我要来去赛正车了。教官，啊，你不是要带我去那个开战车体验，怎么带我来室内啊？昌县。因为这里是我们装甲兵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场所，这里有我们非常重要，也可以全说是全亚洲第一的战车模拟器。全亚洲第一战车模拟器啊！但是看起来有敢那 T 卡啊，下卡佫变不像 D 下卡，看起来敢那无啥，讲是全亚洲第一的啊。对，就是第一的。我跟你讲，内底甲这真的战车完全一模一样。但是你敢那女教官？我跟你讲，你较细腻，还是恐怖的，你莫去学操个变鬼。女教官赛战车，女魔头啦！
好，安尼我是呢。教官好。陈先生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那哎，人教官看个这样和蔼可亲的，那有参照教官讲的？对啊。没有，没真歹。没做操嘛？没好，安尼教官你好，安尼等一下我可以进去体验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那可以看看吗？没问题，请这边进。好酷哦，战车里面。哇，这个是赛真车里面的。但是这真正内面，敢若足矮嘞！你看，我规个人安尼倒落，就是这个空间尔。而且你看，这内底有一款精密仪器，规个拢看不着有。哇，真正受苦哎，王教官。哇，所以我们大概等一下会模拟哪些情况？我们现在先戴个安全帽。哦，安全帽。对，保护措施。啊，心理建设嘞。免惊，有我伫咧。好，你伫咧。是。所以一个真正，而且佫模拟的，敢要戴安全帽？啊，不是徛倒摆讲。拢无一个保护措施，即个铁卡在你边啊，刚需要滴，还是刚要弄着？但你得知，我现在爱滴安全帽啊。啊，你还没有知啊？对。那我们开始喽。好。发动。我还要发动哦。有没有听到那个引擎的发动声音？对。是。真正跟他赛车赶快。对。我好小心啊！我超级慌的。对。所以我来跟我们新买戴安全帽。我最平时可能会这样。对。我虽然看一发动，就像那种你今天有觉得后坐力还可以。是。哇。哎，现在我们开始开的是那个侧斜坡驾驶。侧斜坡驾驶已经开始开了。对。哇，难怪开起来就是那个震动不对吧？因为它那个频率仿照的一模一样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开嘛，开一开才会遇到一些颠簸，所以才会震，它就。就像那个我们一边开一样，不会说一直震一直震，它是真的遇到东西才会震。对，那种感觉超酷的。对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那个爬坡的驾驶。爬坡了。是。刚刚我全身密集，后坐力。对。哦，倾斜，这个倾斜。是。教官没关系，我的身体自己靠一下。谢谢。我一跪斜坡往上啊，咱规个人拢会得贴背，感觉。对，这是教授装好。最好了。哦，这个太好了！天哪，辛苦你了！哦，真是辛苦你了！哦，你给你算了！哎，这个人跳 disco 哎，他厉害！没事，不要过来！刺激吧！太刺激了！跌倒哎！我们已经翻车了。哦，原来哦。是。但是想要那边搞，这电车模拟看这个这样的德性这么的晃啊！我们战车还是一样是有避震器，只是说我们名车轿车它的避震器它是讲求的是舒适。哦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有坐过卡车的话，你坐在前面是不是感觉比较舒适？可是你坐在后面，它震动幅度就比较大。哦。其实那个原理跟我们战车原理是一样的。这绝对不是在做民望，乡亲时代，我讲的超过千万的车，让你开，过发钱给你的所在，就伫个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学校。想袂到这台战车的动感模拟器这么厉害，那模拟战车赛伫各种地形的感觉，所有的装备零件完全跟真的战车一模一样。王教官讲，想要赛战车，绝对要先通过这个关卡。像这一颗一颗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模拟这个弹药的符号，模拟弹药的符号，模拟弹药的符号，对，就是模拟一个弹，一个战车炮。这样你规粒是拢是弹药的，对吗？对。哦，啊，你规粒那个摕出来，对，拿出来之后，啊，装在哪？然后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然后把弹药放上去，这样就完成弹药装填。对，教官，我要上了。好。哇，哎，是看这个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哇，超酷了，而且有三个嘞。对，接下来是啥？这是白昼镜，最主要在白天接站的这个瞄准具。哦。对，然后你现在左边这个是管状镜。管状镜。对，管状镜就是在这个白昼镜损坏的时候，就是由这个管状镜接替去实施对敌人去射击。对。那右边这个是热像镜。热像镜是在玩夜间的夜间功能，对，发热，对，狼啊，咻咻的快出来，对，晚上超酷的啦！哎，这感觉头先讲那种驾驶车都不是你赶快，哇，你看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开飞机，你进去要快开过轻型机啊，哇，对嘛，上下左右那种那个，直接跟他塞回零机的，教官们，所以我可以试了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好，来吧，三人注意，攻击前进。攻击前进！射手，一稳专家，一稳专家，敌战车，敌战车，放，全体干冒险，二战两，哇，远战，太嗨了，重新射击，没
走！全体跑起来！放！发射！哇，超嗨的！那整个冲击力太强了，我整个都差点撞到那个旁边的这整个仪器，还有我要看的那个观景窗。哇，真的实战的时候就真的是这么猛吗？实战的时候射击后坐力更大，更大，更大，而且声音更大声。经由教官们的解说，我这才了解，原来一辆战车的成员共有四位，包含车长、驾驶手、中田手及射击手。根据不同的执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专长训练，而教官正是训练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。像动感模拟器的这位王和雅教官，除了技能优越，还通过艰难的评选赴美受训，成为中华民国陆军首位获美军授予最高士官学历的女性干部，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。阿娘伟，这装甲兵学校还真是卧虎藏龙啊！哦，安尼教官是迄当阵你去美国？甲咱这只炸未吧？不是吗？不是。啊，无到底安怎来？这倒是因为吼，阮的教官实在太有想法了。太有想法了。哎，每个教官都非常优秀，非常的认真，他专注在这个训练的本务上面。他们就创造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 idea，然后就想出这些模拟器应该怎么样去设计，应该怎么样去制造。然后想好之后，交由我们的中科院来做，把它做出来。所以这不是迄落讲去美国啊、德国啊，是法国要回来。对，完全国产，完全 MIT。对。没想到这套战车的动感模拟器，不但拟真度近乎百分百，还是一项令人骄傲的台湾之光。不但传神模拟战场上的声光震撼与动感效果，官兵能迅速熟练各项实战技能，降低训练过程中的危安事件。更重要的是避免过多的资源浪费。教官说，这是装甲兵学校与中科院共同努力研发的成果。历经五个小时的实地了解及训练，终于取得学校的认可，能开战车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近喽。看到这么多战车，帅爆！这我敢没看见。超酷的啦！这就是增加的侧面，你看齿轮，啊，这就是咱履带，哎，你看履带安尼一扎一扎啦，哇，哎，有参像迄落蜈蚣哦，一扎一扎，马路迄种一扎一扎迄种感觉，哇，你看你看迄人啊，这样尼啊侪，而且拢这样大粒，哇，这天啊，教官，是，所以像这样战车这么帅，应该有它的名字吧？有，它这部车呢是在民国79年由我们台湾所自行研制的，是，所以它叫做 CM11。第一个 C 代表是我们台湾，第二个 M 呢代表是由我们台湾制造，那数字的一部分呢 是代表战车的代号。哇，所以一旦恭喜台湾制造第一台战车，所以叫 CM11。哇，太聪明了。我们国家还有给它一个正式的名称，叫做勇虎战车。勇虎，吼吼！听到这个名，就知道这台战车确实真猛。教官说 ，CM11 勇虎战车是中科院及兵整中心自行研发的中型战车，配置精密的射控系统，具有全天候及夜战能力，并能克服各种困难的地形天候。以其高度的机动力、火力及先进的射控系统，不管对动静目标，均能达到一发命中的目的。为我国目前主力战车之一。旁边这一部是 M60A3， 它 M 是代表是美制装备，那60是代表它的型号 ，A3 是它代表它是第三次改良版的车辆。哦 ，A3 代表是第三次改良版的。对，哦，所以教官 ，CM11 跟 M60A3 呢，其实看起来好像很雷同哎，要怎么去区别啊？你要注意看它的炮塔，是60A3它是呈现三角形的 ，CM11是呈现圆形的。哦，你说我们那个底上面。它那个 CM11 是圆形的，可以360转，那个是圆形的，是圆形的。对 ，M60A3 是有点三角的感觉。对，欸，像两台如果真的碰到了，哪一台比较强 ？CM11 比较强。CM11 是，欸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它圆形吗？不是，因为它里面的射控它是数位式的 ，60A3 是类比式的。啊，数位式是跟类比是差在哪呀？类比式的就跟我们调听电台一样，要调频调幅。数位式它是1001，就跟我们家里面电脑的运算速度一样快，跟电脑同款哦。对，所以你若讲要设置位置，就参照用电脑找，这么紧。对，自细汉就感觉坐在战车顶，代表着一种骄傲，一种男子汉的气概。
更加是展现严格训练所有的成绩。甲我讲，战车会当讲是陆军中上界科技的兵科，不管是驾驶、飞炮、观察，甚至是通信，所必须要的训练绝对是顶尖确实。敢若作战时配合步兵所传达命令以及状况的词语，就有18种。我台湾好青年连日战啥事拢做袂好啊！这尼啊专业的训练对我来讲，有影是解难到。好佳哉，教官以及校长耐心的指导，算是安全来过关。今天在战车顶面，而且你看这炮管可以摸摸看吗？可以。炮管，哇，做成的。我来三九，我即马，你这边我要过你那边，哎，他安尼过哦，袂使，绝对袂使，千万不可以炮挂炮管。对。千万袂使哦。对。这东西对装备或者对一个装备人员的一个尊重。大家看的破洞，大家来注意，大家看我尊重，伊是要打敌人的嘛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从旁边跨过去。哇，这摆是比赛呀，会使入比啊？哇，这兴奋的咧！但是内面加一个叉 U V， 这个叉 U V 害我受到敢那滴惊船的感觉。我真正真明白啊，这真正是真的战车吗？害我小瓜唔敢相信，但是这明白了，真正的，因为那个叉 U V 才受重啊。而且会看到真的，这真正是放咱那个装填那个炸药的，你看甲塞袂起，啊，当只安尼炮工啊，直直行去。哦，阿春。哦，变到大声嘞！哦，前进嘞！他这样，微微的在震动幅度嘞。对。哇，好像哦，我觉得那个模拟战车仪器真的太棒了。一模一样，就这样慢慢的动，慢慢的动，慢慢的动，而且里面的那个声音啊，哇，会跟塞起船啊，伫个眼镜后边呢，那声音是不是大声？但是它行走的感觉，真的跟我们模拟器体验的感受一模一样。好，开始后退了哦，后退了，哦，后退刚才靠尴尬，我刚不会尴尬，有在按有踩油门有加速的感觉，但是哦，那个柴油味哦。阿娘喂，教官啊，这战车模拟器那无连我上届柴油味拢个模拟落啦，害我险要来冰雹。可见这里内底哪个专业，更加爱忍耐，是不输人偷闲吧？暗的空间，虽然只有前进个后退尔，煞我见识到战车起行的威力。隆隆叫的引擎声，使我心胆胆。履带到底涂胶，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。黄金时代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战车呢，我是不是咧做冥梦啦？整个空间真的跟模拟差的其实也蛮像，但是整个脚踩的地方，这个距离是也是可以调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你现在可以左右感觉，它车子会左右动，左右动吗？对。好，滑动了，注意哦。哇，酷！酷！那我要往左，往左。哇，太酷了！平常我们开车左转右转根本没什么感觉，但是现在开的是真车，真车。好，油门轻轻踩。对。哎。好，刹车踩着。好。哎，前进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跟模拟器一模一样。好，刹车踩着。好，踩起来。刹车，刹车，踩刹车。好，踩刹车，踩刹车。好，踩。好，跟着返回这里。好，下来。好，要倒退了。啊，倒退哦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蛮酷的，好酷哦。而且，看起来真的是，他们是好，再踩踩踩踩踩着。来紧！我刚刚塞正车用感觉，那视野是完全拢无同款。以前啊，遐你看去，你遐四面八方拢看，啊塞起来感觉就搁较变讲，因为车是四个人啦，啊咱呢正车跟咱两个迄个履带尔，不管你是前面放有刹车，还是你遐大只，你拢在一兴奋。你若是问我兰博基尼甲正车，我选，我要塞倒一款，我会当真确定的跟你讲。当然也是兰博基尼，因为你知影无，坐伫这个空间压力有偌大，又被以往的轿车，真正撼到你是直的，而且开敏感，
无目睭呢啊，必须爱看教官的手势，也是车长来指挥。上届下斗的是董啊啦，绝对要用正人的气力才法度打到底。是讲这年特别的经验，实在是我的福气啦。我阁定选一届好啊，乡亲时代，我要塞正车啦。哦，你技术驾驶已经过啊，即卖来就是要做困难地形的驾驶，头一关就是越好。困难地形，嘿，对，越好，嘿，对，越好。你讲安尼，甲赛过，无唔对，有可能。伊你看，你这个深度这尼啊深，我脚人话，搁踏袂着底咧。啊，搁这尼啊宽，我连跳可能嘛足歹跳过啊。你讲正车要安尼甲赛过？无唔对，这台正车上大会使越好。2.59公尺，所以咱过这个越这个好料，头前我看伊安尼足起来斜坡。因为咱伫小镇的时阵吼，有种种的困难地形，有种种的状况，随时都可能正经的拄到的状况，拢甲模拟出来。啊，到时学生啊，若真正拄到，就无问题了，对。我即摆徛在这个所在，徛在这个机枪，即摆要准备越好259公分呢，这么大的距离，搁才轻着，注意点，注意点。这个驾驶手你坐好！哇！哇！这就稳了嘞！哇！但是一个过啊，我就要上坡。咱国军的战车有影是耐操好动拼第一，看起来这年困难的地形过了是轻松自在，一点啊拢无挣扎。高官讲，根据战争时阵困难地形，装甲兵学校设计了越壕、侧斜坡、上下坡、顶顶的地形训练优秀的驾驶。经过甲因体验了困难的地形的训练，我才了解装甲兵在战场的重要性。当下咱若是发生天灾啊，一挂。国家的重大事件，伊能往去支援啊？像像恁装甲兵这个部分，乃是啥物时阵会提供一挂支援出来？哦，阮装甲兵来讲，阮是动员上紧的，因为阮有装甲运兵车，哦，阮有悍马啊，哦，所以运用这些载具，我们可以实施灾区救援。是是是。啊，这车是戍守重要阵地，啊是迄条重要道路的迄条重型装备，这是陆军常用的装备。常用的装备，无唔对。哇。所以还有另外一点啊，参像我知影讲其他工兵学校，因可能学一挂挖土机啊、塞头拉库啊等等之类，可能有技能，咱出社会再用到。但是咱在这正车，那无可能要一台正车伫咧路安尼行啊，后摆出社会。哦，这就是在讲啥？一日甲兵，终身甲兵。哦，接到这个装备是学伊的态度，甲伊的精神。哦，这种引领
是 V12 的，差油 V12 啊。你若会晓种眼镜，对外口的卡拉机，还是讲游览车，还是讲粪扫车，只要是差油啊，拢会使修理。由于伊的密相，吼，你若学过较深的，对修理的方面，你绝对是妥当的。所以总结会当讲是真济大台车的上强的。上迄落深入的就对啊，所以你通使其他要修理啊，还是要使拢无问题。对。其实很多志愿役士官兵最怕的就是面临到日后退伍，没有适合职场的一技之长。然而装甲兵学校不仅训练国军优秀的装甲部队，更教育轮机车辆维修保养的专业人才，种种的技能也能呼应在日后退伍的就业中。不过教官说，要培养一位优秀的装甲兵是很不容易的，因此一日装甲终身装甲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信念，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职业。操了一整个上午，我早就饿到前胸贴后背，不过中午用餐时间一到，我却不能像在外头般大快朵颐，因为许多退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在部队吃饭比跑500障碍还要痛苦。队长，请问一下，吃饭可以讲话吗？可以。可以哦，我常州都不能讲话，大家就是很硬的感觉。好，安尼大家较轻松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来来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你看这块排骨，好真干的酥酥酥，而且樱桃蜜汁的酱料，看了就想流口水。来，我咬一口看看。太好吃了吧，嫩 Q 啊嫩 Q， 底下酱汁好入味啊！慢聊了，动作美食节目。我现在是在那个我们装甲学校的餐厅里面用餐，哇，他们的伙食也太好了吧！你看，够布丁啊，加厚，而且双主菜，鸡吧，啊，够排骨，真正有爆，真正有爆。学姐，学姐好，学姐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吃饭。哇，本学姐，我看看女生应该得请。岁数啊，请洋装啊，那顺便讲来从军，请草绿服去。大学就是找工作不好找，是。然后又学校教官的推荐之下，然后才报考军校。学校推荐之下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整个进来从军之后啊，对我们这个国军啊，或者是在从军里面的感觉是怎样？我觉得进来这里学到很多，就是在社会上面是。军中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像领导方面的技巧就可以运用在社会上面，而且里面也学习到很多团体啊，对，等等团体生活啊，一些经验都是很难得的。所以你整个这样体验之后，自己的感觉怎样？最直接的感觉？就觉得还不错，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只有男生做得到，女生也可以。是是是，所以伙食方面应该非常 OK 吧？啊，很 OK。而且女生爱吃甜点，布丁，等一下我那个也给你啊。有布丁，六丁都没了布丁嘞，可是累嘞。你不要把激动隐藏起来，这我知道，还能过去啊。这边有进步，真正，这边有进步啊。相信看到以上的内容，退伍的弟兄们会抱怨，为什么当时用餐的严厉规定会通通取消？其实，因应时代改变，当兵早已不像从前有许多不合逻辑的规定，以个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带领官兵，也用耐心关心取代不当的教育。教官说，现在入伍时间有2年缩短为11个月，因此得花更多的心力训练弟兄们，成为国军的精锐部队。这里是战车射击靶场，哦，我们来主要是体验战车炮射击的场景。进了靶场，要遵从教官的指示，好，不可以随意的脱装、卸盔、是卸装备。好，进了靶场之后。一定要遵从教官的指示，好才能上下战车。搬炮弹要注意到炮弹的安全，好，是不是了解？了解。有听到，这是战车射击的炮台，所以那你等一下会体验到，就是战车我们这样真的射击出去那种感觉，那个震撼力，一定会让你体验到，一定会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现在该有什么任务呢？搬炮弹，搬炮弹，就是那个大机讲要装进去那个炮弹，实弹哦，实弹。你要特别注意的安全。好，那我该怎么做？来，好，你站前面。我站前面。半蹲，半蹲，高龟，上弹。上弹，等一下。好，手抓好，抓好。起，起立。哇，炮弹好重哦。所以这是实弹。实弹。真的。真的是实弹。骗不了人。骗不了人。不然教官，
重不重？我好重，而且我压力好大。不会不会不会，现在我会让你有好好的体验你的射击。好，走走走，让你不虚此行，走。所以我们就直接要过去。对，上战车。只爬了一个坡就觉得超级重的，但是现在重点来了，现在要装填炮弹，而且等一下就真的会实弹射击。我简直期待，越怕受伤害，也非常的紧张。哇，我苦逼了，全部拢是炮弹啊！打，我靠，打你！所以从这边绕过去，向前靠着，上到一半，啊，好，好过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推上去。而且感觉这个炮弹的仪器是非常精密的，我来那撒起来那空空，就完成装填。左右转向要目标，左手要目标，左手开保险，放，放炸弹。哇！好大声！而且那个魔也太强了吧！我天天跳嘞！我可能要去休息，真的太可怕！教官，这附近上紧的姜苗你倒的，我等一个训练员一定要去收惊。可能是我伤过认真学赛战车，煞袂记你黑龙炮的威力，轰隆砰一声，忽然间天摇地动，炮声死呐！不知道一阵车内面开炮是什么感觉、啊？哼，我小包紧张嘞，因为要瞄准嘛，瞄准，而且我要听口令，而且听口令之后我才能放，所以真的不像是我们自己在打那个坦克大战、那任天堂的游戏这样，随意操控，随意放炮，这是真真实实我伫战车内面所被执行的发射动作。好，开射击。射手右穿甲，一号目标。右穿甲，一号目标。左手开炮雪，炮雪好，放，发射了。啊！发射了。啊！发射了。啊！超震撼的，超嗨的啦！而且发射了，我放之后。那个整个那个亮光啊，就从我看到那个视窗里面，而且还有烟雾从那个视窗里面慢慢的飘过来，你就看那弹啊非常快速的碰出去，那个声光效果跟那个烟，哇靠，奶奶，你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这颗弹是我自己发射的，发射了，厉害，帽子给我看看，好刺激啊，这家，射手用穿甲要目标，用穿甲要目标，左手开炮去。好，放，发射了！电影战争片或是演习才能看到的战车射击场面，竟然让我台湾好青年在装甲兵学校亲身参与。教官说，战车的鼓炮射击训练绝对是装甲兵学校最引以为傲的一项课程。从战车炮弹急促的声响，射击后炙热的弹壳，到眼见弹头精确击中远方的标靶，我想不到有什么形容词来表达我心中的兴奋及震撼。精实的训练换来眼前令我感到荣耀的景象，请容许我这位还未当过兵的菜鸟向你们致上最高的敬意。我刚才以为我有预警好，但是没有，我也太震撼了吧！我就没有想回来，而且真的层次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够了啦，恭喜仔，我们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大，因为我看旁边是很多树林啊，但是再过去一点就是好像是住宅区呢。对，刚没应用的，都一定会有影响，但是基本上居民都还蛮支持我们国军的训练，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对我们的训练有相当的这个抗议的行为，我们都一一去拜访，然后希望能支持我们国军的训练。对啊，其实真的是要应该要支持的，因为他们不管是事前的准备啊，还是整个在做的时候，是非常是非常的确实的。而且因为国军的训练一定给他们一些声嘛，
所以咱我感觉，有遮的训练是对咱国家好，所以应该要支持。当作啊，要起好起来，听到这声好起来啊，还是听到这声，感觉哦，这是光荣之声，袂歹，甲拍破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要不然，啊，像那么多军种啊，这么侪种，你哪会当成当初选到是装甲这队？壮兵有雄壮威武，有优越感，所以我当初是以很好的成绩才能选上壮兵。那学校壮兵都是成绩优良的。哇，就参像咱考试拢是迄落前三名，台大迄落，对，高中就建中啊，迄种感觉。对。所以装甲一旦恭喜志愿就管了，对。对，他的成绩要很高才能选到壮兵。除了成绩高，自己要对本身国家那种认同感，认同感，对，而且负着责任那种责任心，对，非常重要。装甲是科技的兵种，需要最精锐的人才。因此，每位装甲兵退役的官兵弟兄都以成为装甲兵为荣。尽管国防训练在社会上有些许反对的声浪，这群保卫国家的军人们还是坚守岗位，完成每一次的课题。我想能用掌声代替责备，以肯定表达认同，这是他们在辛苦训练过程中获得的最大安慰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要我台湾好青年做兵前的考验，大好将正确的履带吊到拢砖头啦！飞龙教官讲，洗履带是怕红土的铁质造成生身，一定要给履好清气溜溜。一道炸啦，火龙太大啦，那红土拢夹在履带顶管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炮管今天也很辛苦，我也帮他录。哎，不行，不可以用这个，我们。炮管有另外的插通炮的工具，不行啊！对，不可以用这个。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个保温层罩先拆掉。来，你可以吗？你好，小心哦。好，来，放下。哎呀，啊，后面有没有人啊？有，有。好，好重哦，多重？我真吃，每一个给箱就大。就重的哦，就重的。要清理的就是这炮管，对，炮管里面要清理是这个，这个经过设计之后，火药会残留在这边。哦，火药白白，是不是白白的？是啊。我们要把它清干净，才不会腐蚀到我们的膛线。所以教官，这个大概会通到哪里啊？就是装炮弹的位置啊，早上你在装炮弹的位置，它会直接通到那边。装铁手那个位置。对。哇，这等哦。对，来。你这样动作容易受伤。哦，真的。来，我们再找一个。那这一个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再一个帮忙。再过来。我派就这扇，好，我给你们试过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有没有口号？一二，你有出力吗？来，再来。好，等一下，一二啦，好，一二，一二，真的有出力，太不容易了，教官怎么这样？是正常的吗？对，正常的、啊。这一次拉大概都几个人？四个人，四个人哦，对，一定要四个人才好。现在已经四个人了、哦，一二三，哇，出来了出来了，一二三，来，快出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哦，碎了，真的，你看、这个就是膛线啊，膛线嘛，膛线的痕迹是，对，做黑色的就是火药的，黑色就是火药残留嘛，对，你看你的手就知道，我手刚才摸一下、就整个都是，对，好，火药味，没错。成为装甲兵退伍的士官兵弟兄，肯定对于拆洗履带、清炮管等装备保养不陌生，甚至教官们还说那是他们菜鸟时的梦魇。每当超演战车的履带发生状况，得用最快的时间更换，要是怠慢，长官的脸可就不好看。听着他们又气又好笑的那段回忆过程，我这菜鸟还真能想象，战车的履带赶紧要见你当。这场等一下，哇，我这比跑过还重哎！对啊，这比较重，超重的啦！等一下，啊，给他来摸了一下，组长超级重的，一人一半，来，一人一半，哇，组长，我们就把它搬到那边去，准备要换履带了啊！我们先搬到这边来，怎么样？这个体验是还 OK 嘛？哈，等一下，组长，你是先搬过来是怕重吗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有。组长是兵器组长嘛，是，所以对这些应该也都是算蛮了解的。所以以前有搬过这种履带吗？因为这个履带啊，它事实上，因为我们经常在野外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它损坏的状况啊，势必是会有些磨耗，没错。所以这个在换这个东西哦，对我们来讲这是家常便饭。
家常便饭了。而且履带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它真的超级重的。因为这个装备你可以看，它就是厚重。没错。啊，这个事实上，每一个地方你看它都是需要力气。当然也，你看刚才在拆履带的过程中，也有很多技巧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个是一个科技的一个科技的兵种。欸、真的太科技了吧？对吧？你拿爱搬当，不爱当操干，又要细心，才有办法把一台装甲车整理得非常好，保养得非常好。对，哇，辛苦了，太厉害，太重了。或许很多人认为当兵只是浪费生命。但和装甲兵学校的教官们相处后，让我对他们有不一样的看法。从他们坚定的眼神及言论，再再感受到他们以装甲兵为荣。每个人在部队中走出自己的一片天，也在从军的生涯找到生命的另一种成就。民国18年3月1日，国民政府在南京自英国购入克登劳尔特小战车，创立战车队，成为装甲兵的先端。几十年来历经无数的战役，至今仍是陆军最为重要的战力之一。而我要找的那两台维护台湾平安幸福的车，教官说他们就在前头。教官，我要找的两台车就是后面这两台啊？没错，就是这两台。放心，是大，不是我看不起那两台车，这那两台车跟我这次体验的那个形体的大小，那炮孔的长度跟大小都差太多了吧？敢有这厉害？你看这履带，啊，拢破旧不堪，而且你看这宽度、跨度遐尔细，重点是咱上重要迄支炮。看呐，那你要目睭较大一撮啊，尔你看我偌细。教官，口径遐尔细嘞，哎，有法度对咱国军有啥物帮助吗？在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，它是非常厉害的战车，民国三十几年，跟我们现在 CM-1 是不能比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、是的，所以在当时是非常猛的，就对了。没错，所以他们有在哪些战役就是有立过大功吗？这一台车，它是在民国33年的时候，我们获得美元所接收的装备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要打通中印公路，所以在滇缅边界那边。是的，五阿鲁班战役，那是由我们战车营把日军的18师精锐师团完全歼灭，完全歼灭。是，而且虏获军旗跟官法。哇，虏获军旗，啊，就等于都拢赢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哇，太酷了，这个你要致敬姐。所以他们两位。跟柴家一定有些原因的嘛。M3 战车，它在瓦鲁班战役刚好是33年的3月3号所打的胜仗。是，那也是因为我们装甲兵首肩起功，那也是我装甲兵节的由来。是，那后面这一个，它是在金门战役的时候，确保了共军不再敢犯台，那也让我们台海能够永续的发展，一直到现在。装甲兵在国军无数的战役中，四大战役是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耀：昆仑关战役大败日军，延安战役装甲部队屡建奇功 ，M3A3 战车在瓦鲁班战役大举歼灭敌军，另一辆有着金门之雄称号的 M5A1 型战车，更在古林头战役担任陆军守攻部队，大败共军，维护台海安全更是功不可没。一趟人生中难能可贵的亲身体验，让我见证国军扎实的训练所展现的成果。两辆战车屹立在校史馆的大楼前，不但记录一段可歌可泣的血泪史，更象征着荣耀的军魂依然飘荡。根据统计，男人在一生当中最常谈到的话题就是当兵，因为从军的过程里有许多的酸甜苦辣，也因为当兵体验到人生许多无法经历的过程，记录人生一段精彩的回忆。而今当兵不再是2年漫长的役期，跟随时代的进步调整步伐，让国军也能因应社会的脉动重新出发。我想只要是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，回别八股的教条及更贴近民众的作为，相信我们国军一定会更有活力，也让当兵不再是印象中那么可怕。谢谢各位弟兄，让还没当兵的我对部队有了新的体认，期待有一天能和你们一样穿上这一身戎装。时间在走，我的脚步踏实地探索，世界在变，台湾的脚步不曾停歇。我是台湾好青年蔡昌宪，写下一页在台湾的故事。来来来，
海看看看，坐车看风景，坐船看海。啊，你若是要看故事，不是看故事，听故事，就来在台湾的故事紧。紧，你进去 YouTube， 伫遐个小铃铛右下角一个小铃铛，你甲立落订阅，后摆你就会看到我本人。有想要继续看，就紧订阅。你若是真正袂晓订阅，你就叫你孙仔来帮你订。啊，你孙仔老师煞订，就大家拢订，规家伙拢订，大家做伙来看在台湾的故事。